大佐、なぜ中村大佐を殺したいか。奴は日本の恥だ。戦争中に女を探すなんて恥だない。処刑すべきだ。大佐正しいです。しかし、師団長命令があって、そしてはいけないです。満州事変の類も大本営同意しなかった。でも田原はやった。これこそが軍人がやるべきことだ。わかりました。想好了怎么跟齐处长解释吗？没什么好解释，就是一个鬼子大佐还堵不上他的嘴啊！这样，一会儿你们两个谁也别说话，我来摆平他。跪下，绑他！哎，别他妈踹死了，留着还有用吗？我替你说，连长，这小鬼子啊，扛揍了很，没事，你看看。哎，行。哎，你来的正好，看看我们给你带的大礼。怎么，任务完成了？完成了，我们从莱安县城抓了一鬼子的大佐。大佐啊！中野挺进队前野正二大佐，他不是前野。不是吗？是吧？就是他，是吧？就是对了，连人都给认错了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你们准备工作没有做好。说，任务到底完成没完成？这么大一鬼子还不算数啊？队长，问你呢。邱队长，我想知道您所说的任务指的是什么呀？指的是什么？当然是消灭中野挺进队了。那只能让您失望了。你说什么？任务没有完成？按照您的理解是这样的。林队长，你要知道，这是上峰的死命令。你给我这个结果，让我回去怎么交代？你说，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交代吗？对呀，这是大佐，多大的官啊！好吧，你们是不是给他动刑了？是不是动刑了？没有啊。你们动刑了？没有啊，他咋甩嘞？哎，齐处长，你不知道，他也折腾一路了，好几次差点想自杀，这剩口气儿就不错了。不错了，半死不活的，连气都没有了。你们说，我怎么跟山峰交代？说呀。这样吧，马上送到野人医院。给我治出个人模样来，让我押回徐州，以后向上峰交代。别再给我出岔子了。行，治。大佐，捕まえた信濃人は昨夜慰安所にいた。お？今はどこだ？彼は重要な手がかりを持っ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。外で待機しています。連れてこい。はい、連れてこい。大佐、彼です。こいつはどうした？大佐、こいつは大胆な奴で、ゆうべ慰安所に潜り込み、こっそりと女を買おうとしてました。カス。お前らはどうやってこいつを捕まえた？慰安所が襲撃された時、シナ人であるために襲撃者がこいつを話していきました。お前たちはどうやってこいつを捕まえた？こいつは飲み屋で酔って大声で喋っており、
そこを憲兵が見つけ捕らえました。先ほど報告した内容は裏を取ってあり間違いありません。おい、小，叫什么名字？张黑头。你认识袭击者吗？不认识，一个都不认识。那他们去哪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那你没用了，拿出去毙了。大佐，大佐，我认识，认识。不，大佐，我不认识，我不认识。但我接着说认识，我能把你找着他。大佐，要不要先杀他？说不定此人有用呢。是大佐，你留着我，有用。队长，大夫说化验结果马上出来。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，这个鬼子今天晚上就可以和齐处长离开定远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可算把他对付过去了。带着鬼子俘虏回去，齐处长在上峰面前也可以挺着腰杆了。哎，齐处长，你们什么时候把人带走啊？哎，结果出来了，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，根本就不能移动。如果说要我看，必须要留院接受一段治疗。什么？留在这儿？哎呀，还是送到徐州治吧。大夫说的对，一路颠簸到徐州，谁能保证他的身体不出意外啊？对，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，根本经不起舟车劳顿，所以说必须要留在这儿接受治疗，否则的话，他的身体状况谁都不能保证。齐处长，你不把人带回去？怎么跟上峰交代呢？这件事儿不用你操心，我会向上峰解释的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留在这儿，什么时候治好了，我什么时候提人。不过我提醒你们一句啊，一定给我看好，不能出什么差错。虽然是治病，但一定要派人给我守着。齐处长，我们训练任务那么重，我哪有那么多时间，那么多人陪着他呀？就派一个人天天坐在这儿，不会牵扯你们什么精力的。齐处长，你这不就把麻烦甩给我们了吗？什么都不要说了，如果这点小事儿你们都完成不了的话，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。一会儿我派手下人带个相机给他拍张照片，我把照片带过去给上峰看，上峰心里就踏实了。大佐，中村は一人で定原にいるそうです。定原はどこだ？まだわからないです。でも必ずいると思います。わかった。ヤマト、すぐ隊員に知らせろ。俺たちは定原に行く。はい。で、この人は？用済みだ。拿出去毙了。大佐，大佐，大佐，别逼我！大佐，大佐，你留着我有用吗？大佐。大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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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留着我有用，你千万别杀我。有用？有什么用？太君，您还不太了解我。定远县城我人头特别少，在定远县没我干不成的事儿。您不是要去定远吗？定远现在到处都是鬼子。现在定远县，太君，现在定远县城到处都是国军，连只鸟都飞不进去。我有事，我能帮你吗，大佐？是吗？我要帮不了。源本、鬼塚に伝えろ。人招待を平安に行け。俺たちは東の郊外に待つ。はい。把他也带上。大佐，大佐英明，谢谢太君。闭嘴。走。大日本皇军，英明大日本。早知道一枪崩死他算了，这回可倒好，费了牛劲把他折腾回来，倒成咱们累赘了。怎么着，打今儿起咱哥几个就得轮流守着他了。林队长，你打算怎么处置他？刘海辉一个人看着他就行了，其他的人接着训练。还训？
当然了，眼下对于我们来说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提高战斗力。那个齐大处长一来，打乱了咱们的训练计划，咱们当然要补回来了。希望下回碰见秦远正二的时候，咱们能有底气跟他硬碰硬的干一场。林队长说的没错。王总，是。是。第二个目标拿下。我过去看一下。好，你带上金链。一个人待着不嫌烦啊？你心里有意见吧？啥子意见吧？大家都在练，就把你一个人排除在外，你心里能没意见？我那你查咋个做都做不好，还老是跟大家添乱。队长，我没得啥子意见。我记得你说过，上次那个大雁是你打的对吧？对头。你带着枪，再去打几只回来，也给弟兄们打打牙祭。这算是给我下的任务啊？不算，不算任务。你别有压力，打着打不着无所谓。哎，呆瓜，你枪法不赖呀！你们咋个都在吗？刘禅，哎呀，这咱宝贝呀，这是。知人不露笑啊，刘禅，以前小看你了。你的枪法谁教的？小时候我爷爷教的，我爷爷是我打捏的。难怪了，陈德才，以后我会对你进行狙击手专项训练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快谢谢队长啊，他要教你，让你当狙击手了。真的呀？我说这呆瓜行不行啊？早知道我也去打两只鸟去了。哎，你们以后都不许叫他呆瓜了啊！啊，德才兄。终于找到你了，从来没见队长这么高兴过。啊！大佐，状況はどうだ？自分の知る限り、シナ軍の偵察隊の襲撃を受けた後、リンウェン支援の周りはシナ軍でほぼすべて埋め尽くされ、守りを固めています。特に町を出るのは厳しく、現在。庶民さえ町から出るのは厳しい状況です。
我々が入り込むのはとても厳しい状況です。じゃあ俺たちが入っていく可能性はないのか。自分は不可能だと思います。おい、过来。大姐，你说你能帮我，是真的吗？真的，真能帮。你们不是想进这定远县城吗？我有招。招？什么招？大佐，这一句两句说不清楚，但我拿脑袋担保啊，我肯定让你进去。大黑头，我很不明白，你是个中国人，为什么要帮我？你们中国人不是最讨厌当汉奸的吗？是，中国人啊都讨厌汉奸。哎，但是我知道啊，太君这次杀的是日本人，我帮您这是仗义，这不是汉奸啊。仗义？好，我可以相信你。但是，大佐啊，这事办完了，你可得把我放了，你不能总让我这么帮你啊。你的命不值钱，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。我会放了你，但是你不要给我耍花招。大佐您放心，咱这是君子协定，我不能耍。闭嘴！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君子协定？你听不懂？他的家在张塘镇吗？对，他家里还有一个弟弟，叫张家旺。哦，弟弟，好，暗中控制他的弟弟。如果他耍什么花招，把他的弟弟干掉，不，屠掉整个张塘镇。嘿，我说的话你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。给我乖乖的，出发。准了再打，这油枪有点怪哟。净伢子瞎拍拍，你别赖那个狗肉包子上不了演戏的事啊！拿好了，元旦喜你一个。别紧张啊，加油！怎么回事，陈太太？这枪准星是歪的，歪的。那怎么刚才德才打那么准啊？哦，你是习惯了歪的准星吧？他瞄准的时候下意识的偏离一些才能打准。这回换了新的步枪，不歪的准星他反而不习惯了。挡了瘸子还嫌路不平了。对的，我还是用老枪嘛。正规的狙击步枪，无论是准确度还是距离，都是你那把老枪没法比的。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，就应该会用正规的狙击步枪。拿着。
陈子才归我一个人管。一楠，你带他们去练吧。嗯，你跟我来。大嫂，この前方が林園線です。张黑头，你可以说出你的计划了。大佐，你也看见了，现在定远县城到处都是国军，守卫特别严。不过守城的我基本都认识，有面儿。我想啊，我还能成原先那样，贩点东西，往里送，混进去应该不成问题。不过大佐，你得帮我准备点东西，我这俩手空空，这肯定是不行啊。这个没问题。还有大佐。现在风声紧，人都容易暴露，成不了事儿啊。我意思是啊，我就领着您，咱俩人去。那你敢不敢？这位太君，您瞅瞅，这啊，这多少人啊，一动全露馅，一露馅全遭殃，啥也办不成。就这么办吧。太嫂，一人では安全保障できません。一組、それか二組を一緒に、を連れて行く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。稲本よ。相手が所詮シナ人だ。俺の安全は大丈夫だ。お前は张黑斗が必要する物資を集めろ。俺は张黑斗の使者。城に入ったら、お前らは赤河城に戻れ。俺の命令を待て。私たちはここで応援しますか。ダメだ。もしお前らが見つけられたら、俺たちの行動が影響される。行け。はい。记住我说的要领，注意三道底火，啊！哦，来，有意识扣扳机，无意识激发，都记住了啊！怎么回事啊？再来，你怎么不开枪？我，你为什么不开枪啊？我怕有达不到你发脾气。那你就给我打到了。那我还是用老枪吧。拿起来，拿起来！我不念了，我不打狙击手，不打狙击手。你不当狙击手，你不当狙击手，不当狙击手，你还能干嘛？你他妈还能干嘛？起来！看见对面山没有？全力冲刺，跑一个来回去！回来，背上枪！林队长，你干嘛发这么大的脾气啊？陈德才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很内向，你越着急越逼他，只会适得其反。你不理解我的心情，一个突击队必须要有一个优秀的狙击手。你自己不就是吗？我知道你在着急什么，你想尽快找到一个可以接替你狙击手位置的人，因为你的眼睛出了问题。你在背后查我？我没有，我只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和判断，你的眼睛出了问题，视力下降，所以导致
开枪命中率降低。连老官，我警告你，你这样胡乱的猜是会影响士气的。这个你放心，我是不会跟别人说的，只是看到你现在一味的回避，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，只会自欺欺人。我不需要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，我是突击队的队长，你只不过是一个联络官，你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就行了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想帮你。我知道你这个人所有的事情都埋在心里头，都想一个人扛着，可是有的时候你说出来的会发现其实事情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糟糕。你是队长，担子重，压力大，加上这段时间出现了很多问题，你也很头疼，可是越是在这个时候你就越得冷静。我希望我可以帮你。这常言还说得好呢，三个臭皮匠顶不住诸葛亮。咱们认识也有段时间了，怎么你到现在还不信我？你猜的没错，我的眼睛出问题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有一块弹片留在了我的脑袋里，压迫式神经导致我视力下降。难怪你会这么着急。现在突击队面临很多问题，队员们都信我，以为有我在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，可是偏偏我成了半个废人。我能不着急吗？可有的时候急也急不来啊，欲速则不达，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难道不懂吗？不过你看啊，现在大家的训练都步入了正轨，我想用不了多长时间，突击队的战斗力就会有显著提高。还有你的眼光真不错，陈德才他是块好材料，不过现在他缺的不是训练，而是信心。你的情绪会影响到他的信心的。至于你的眼睛，要不这样吧，我陪你去野战医院，我想大夫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。谢谢你能理解我。其实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我挺荣幸的你能把你的秘密告诉我，这说明你信任我。谢谢你跟我说这些。哎，我眼睛的事儿你一个人知道就行了啊。我明白。一会儿别跟我耍花招。我弟弟还在你手里，我就有招，别不敢耍呀。你明白就好。站住！哎，军爷，军爷，辛苦军爷啊！有证件吗？有有有有。进城干什么呀？分点烟酒，挣点小钱混口饭吃。这些都是？这都是好烟。这花雕，这可是好酒。曹长官，好久不见啊！你是？我，长黑头。哦，是你小子。曹长官，怎么今天有功夫进城啊？小买卖，混点钱花。我这不行啊，跟您没法比。我这一天不干呢，一天就没得吃。八年花雕，这可是好酒。这怎么好意思？你收下啊。谢谢长官啊。好，辛苦兄弟。兄弟，哎呦，兄弟辛苦辛苦。谢谢曹长官啊。行了，赶快走吧，省得耽误你做买卖。曹长官，这我二表哥，自己家人。
来瞧一瞧，看一看了啊！上好的名画名家出手了啊！哟，黑的，来两幅画是黑的，就你这也叫画？嘿，你小子真滑头。哟，张大哥呀，小青，腿脚还行？马马虎虎。哎，黑子又进城了，买双草鞋。草鞋都什么年头还穿草鞋？嘿，人数便宜，便宜也不要。张海东，你这里认识人不少啊。那是，定远县城咱有面。哎，我这么跟您说，大总，在定远县城就没我办不成的事儿。哎，我这就给您办事去。一个小时内必须回来，记着之前的约定。大总，您放心，我跟我弟弟命都在您手攥着呢。哎，大总，我一定找到中村，让您亲手毙了。去。大总。你可别忘了，咱还有君子协定呢。办完了事儿，你可得放了我们兄弟俩。废话，去。找你们来呢，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个事儿。目前突击队队员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唯独假小子。有什么想法你就直说吧。假小子虽然不是战士，但是人还算机灵。重要的是。他懂日语啊，我觉得可以培养，所以我打算把他交给严老官。交给我？你到底有什么打算呀？你们军情处训练人不是有一套吗？就用你们训练的那一套练练他呗，万一练成了，他还能成为突击队一把好刀呢。哎，等等。你不会是想把假小子训练成女特工吧？嗯，别闹了，就他那胆儿。这倒没有问题，胆小可以克服。至于那些技能呢，也是慢慢可以培养的。但是，我需要时间。那就这么定了，我把陈德才训练成狙击手，你把假小子变成女特工。哎。那鬼子俘虏怎么样了？齐处长说来提人也不来，现在成咱突击队的累赘了。我正打算去野战医院看看呢。我也去，谭小姐一起吧。行，咱们一起去。我回去取件衣服。哎，你等等。外面起风了，你的后脑受过伤，可千万不能着凉。啊，这是我前两天出去买的，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来吧，三炮台。多少钱？五块。什么？打劫啊！一包三炮台就五块吗？那你就拿着吧。啊？你把我们当成兵痞子了？买东西不给钱？
你怎么不把我当成日本鬼？兄弟，你跟谁呀？怎么生这么大气呀？您哪是兵痞？您可不是兵痞啊！这是我二表哥，第一次进城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。这人到底是不是卖盐的？哎呀，什么都不明白，您跟他较什么劲？我跟你说，兄弟，我跟你们曹长官是朋友。不是曹青，这钱您收好啊。去，改天约着曹长官，咱一块儿喝。大佐，这事都怪我，没跟您说明白，差点让这小子把这事给毁了。没事，打听怎么样了？大佐，中村我给您找着了，听说是病得不轻，在野战医院抢救呢。确定吗？差不了，野战医院我都给你打听好了。医院不小，进出的只有一个正门，没有守军，就几个守卫。一楼是手术室。有几个护士，楼上都是些伤员，但最近说转走了一批伤员，人应该没那么多了。好，很好，黑头，你没让我失望。大佐，咱什么时候动手？天黑。怎么样，这儿？丁长官，你们来了，累不累？不累。假小子，这家伙没欺负你吧？怎么会呢？大夫给他打了针，换了药，说是恢复的还可以，情况已经越来越稳定了。他没什么异常反应吧？没什么异常情况，一直就这么躺着。现在能吃东西了吗？只喝不吃。不吃东西怎么能行啊？不吃拉倒，饿死算了。先观察一段再说吧。这齐处长也真是的啊，说来提人，这一回徐州就没消息了。啊？花就知道是你哥呀，那是从小到大你就这么逗我。怎么样，好看吧？好看。哎，我给你倒水，你坐啊。不用了，我坐一会儿就走。来，小妹，咱们俩聊会天。最近忙吗？还行，伤员多的时候就挺忙的。再忙也得注意身体，别累出病来了，知道吗？这话对你自己说吧。我没问题啊，能吃能喝的。关键是你得按点吃饭，出门在外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啊。我说你现在怎么那么婆婆妈妈的呀？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谁让你是我妹妹，别人求我我还不关心呢。你以后别我一问你就对付我啊。知道啦。你今天怎么有空来看我呀？师傅不走了，咱们回去吧。还会，那我们走了。放心吧，这有我呢。有什么情况及时跟我们联系啊。知道了。話してやってもいいぞ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，他可以交代。来，问他。何を白状するの？だがその前に紐をほどけ。他说
得先给他松绑。松绑？你告诉他不行。無理です。その資格はありません。これでは条例に背くことになるんだ。もし紐をほどけば、お前らに私の知っているすべてを話してやる。他说：“你们绑着他，不符合战俘条例。如果给他松开了，他会告诉我们他所知道的一切。”还跟咱们谈条件？队长，不能相信他啊！给他松开吧。嗯。